为什么相亲吃饭不能 AA 制？你觉得吃饭 AA 制，你觉得合不合适？不合适啊，女生化妆出来的。女生化妆？女生化妆也是需要钱的。我他妈我还洗了个头呢。你就那几根毛？你不要管，就不要扯这些哈。我爸妈培养我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啊，是吧？培养了30多年，陪你出来相个亲，是吧？那你请应该很合适吧？凭啥我请啊？就是现在都是男生追女生啊。男生追女生相亲不是相互的吗？什么叫相亲？相亲就是两个人一起出来看一下合不合适，不是说男的必须追女的，你要搞清楚。因为男生多女生少，男生一个女生不是你所有的男的你都要相一遍，男多女少。你能你去农村看看，过年的时候你在农村相还是在城市里面？啊、城市里面女多男少呢？你不管去哪儿，你我问你，城市里面女多男少啊？那按照你，女的应该追男的，别跟我扯这些。还有什么说？我觉得男女不可能平等。嗯，女生还要生孩子，还要怀孕，嗯、还要坐月子，还要照顾孩子。嗯，还有呢？男生结婚前是什么样子，结婚后还是什么样子，就不影响你们的。生了吗？你生了吗？就咋还没生呢？咱俩今天第二次见面，你就跟我说要生孩子，生了吗？没生呢。对，没生啊。对啊，你生的孩子都不一定是我的，你就要让我给你买单，你觉得合适吗？是吧？你如果说你把孩子生了，是吧，我可以把这个单给买了，没关系，都是没问题的。对，你生的孩子，你能保证你以后生的孩子绝对是我的吗？能不能保证？妈，我不跟你结婚呢。你不跟我结婚？对啊，那你为什么让我买单呢？那你别买了。我当然不买啊。要买你，要买你女的吗？头发没几根了，我跟你讲，再熬几年都可以领低保了。我跟你讲，只要我跟你吃饭，你就主动买单。你不买的话，就是我只能靠自己的能力了，靠能力吃饭哈、啊，比速度。